海拔4800米，全员高反。这种地方做梦的时候才能梦到的。发生了一点小状况，炸机了。我判断一下原因，主要就是你玩脱了。这种山川哦，真的非常像电影里面这种才能看到的画面。海拔3999，4000了。美景是有代价，我手都冻住了。人类只有在大自然面前，才能感觉到自己有多渺小。真的要敬畏大自然。